欢迎收睇 William Ma Channel 有关传销陷阱嘅影片啦。咁相信大家都记得啦，喺2020年8月份嘅时候咧，就爆出咗传销染疫群组。咁佢哋咧亦都系本地大型嘅染疫群组之一嚟嘅。咁事件咧都引起好多人关注啦。而喺嗰一排咧，留意到网上面一个 Facebook page 同埋一个 Telegram 嘅反传销群组咧，突然间变得好热闹啦。咁特别系个 Telegram 嘅群组人数咧大幅增加嘅。咁见到截至去到2020年嘅12月啦，已经有成3180位成员喺里面啦。当中就咩人都有啦，有受害人啦，有一心一意全力喺嗰间传销公司发展，叫下线唔好睇网上嘢，但自己又 keep 住睇嘅 mon post 传销人士啦。咁当然唔少得就系有几位 admin 版主好努力去提醒好多人，同埋不断帮受害人解决好多问题嘅佢哋啦。咁今集传销陷阱咧，我哋换一换个角度啊，唔系事主嘅分享，而系联络到 Telegram 反传销群组嘅版主同埋 admin， 听听佢哋有咩分享先。Hello， 你哋好。首先想问一下，即系呢个 TG 群组其实经营咗几耐咧，同埋点解最初会开呢个 TG group 嘅咧？其实我哋呢个 TG 群组咧就喺5月头开始嘅。咁点解会有呢个 TG 群组咧？我哋3月初咧就发现疫情期间咧开始受害人急增啊，喺个 Facebook 群组度发现嘅嚟。咁于是我哋几个志同道合就开始商讨下点样开一个群组系唔会。即係唔需要有個人資料會洩漏到嘅，因為我哋都要保障翻受害人。同埋 Facebook 有一樣嘢唔好嘅，佢哋個效率比較慢，同埋因為傳銷嘅人見到受害人發布自己實俾人哋呃錢嘅資料咧，佢哋會檢舉啊。咁TG 就最好咧，呢樣嘢就最好係可以保障到我哋個人即係私隱，同埋唔會俾人檢舉。我哋就亦都可以鋪到騙徒嗰個真實樣貌啊！咁其實即係依家即係自從爆出呢個傳銷染疫群組之後啦，傳媒都好多報道都有揭發，即係嗰間傳銷公司好多嘅惡行啦。咁見到其實啲群組成員真係好似頭先所講，即係上升得好快啦。係咪都估唔到有咁多嘅受害人出現咗咧？其實我哋知道有咁多受害人，我哋係預計到有咁多受害人，反而好意外咧，就係發現過去。即系唔系2020年，系2017至到2019年咧，嘅受害人会好多，因为即系大众坊间嘅认知咧系呢啲嘢，我哋香港人系唔会受骗嘛，我哋 prefer 会系内地人，一直以为呢啲套路之后呃到内地人嘛，但系谂唔到我哋谂唔到喺我哋群组开之前系会有咁多人受骗而。2020年加入是有，但因为有我们咁多方的资讯之后，他们是比较容易去醒觉咯。咁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真的不敢想象在过去呢20年里面有几多人被人呃了钱。咁同埋即系你哋开了呢个 TG group 之后啦，咁相信都接触了很多的受害人，或者很多人找你求助啦。通常他们最常问的嘢是啲咩咧？在我們接觸的 case 裡面，其實受害人最常遇到的問題有三樣東西，即問我們的問題有三點主要。第一，就是怎樣退款。第二，就是38以上的水魚被上線 keep 起了所謂的大單 IC 卡之後，他們不知道怎樣領回。接著第三呢，就是怎樣救回醒的中了伏的朋友或者是家人。是第一点呢，怎样退款那里其实主要都是20元，即是给了5000元的那些水鱼们。他们不知道这一笔钱是完全鬼人讲的，他们以为这一笔钱呢是交给公司的。又或者好像鬼人所说那样，定是可以退回九折退款的，即如果他们后悔的时候。系啦，咁佢哋唔知道應該點樣問鬼人攞翻啲錢，咁就向我哋求咗。其實，我哋根據翻以往成功退款嘅例子，話俾我哋聽，其實只要向個鬼人堅持攞翻呢一嚿錢，就可以退翻全款嘅。即係全數攞得翻嘅，5210又好，或者5000元都好。5000元嗰度咧係冇任何單據證明嘅，其實5000元只不過係一個幌子嚟。真真正正成為獨立經銷商係。比6569/38之后签了大单那一刻，你就跟病先有关系。第二样东西就是很多人都做了38之后想退单那阵，但发觉比
貴人啦、啊、keep 住啲大單啊、阿師侄啊，佢唔知點樣算。咁我哋亦都同翻啲受害人講啦，其實你上線 keep 大單同阿師侄唔緊要，你可以經客户服務部去保領。咁你有咗呢啲文件咧，你就可以申請退單手續咯。嗯，係啦，打翻去小西灣嗰個退貨部嗰度預約退單，咁就 OK 嘅啦。嗯哼，就唔系话keep 咗大单啊，私餐咧就冇付咁样。系。咁最后一个问题就系、是，我哋边亦都答过无数次嘅。嗯。就系你嘅朋友或者屋企人俾人水咗入局之后，咁应该点样救咧？其实，嗯。我哋都同佢哋讲，水得你入局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咧，佢哋已经系俾呢一间公司洗大脑啦。如果我哋可以咁容易劝得掂嘅话，今时今日就唔会仲出现呢一间公司，即系佢唔会继续喺度挨紧，一早已经俾我哋消灭咗。即系水冧你嗰啲朋友或者屋企人，佢已经系洗晒脑，根本系听唔到。嗯。无论佢系未醒又好，又或者系有心挨紧都好，都系冇得救。如果你想救佢嘅话，其实基本上都系要等佢狂醒，即系还唔到财底。佢先至有機會醒覺，攞個服咁樣。另外都想問一下，其實有冇一單啦，即係經過咁多月，有冇一單受害人嘅經歷啦，對你哋嚟講係比較難忘，或者係即係值得大家去提高警惕嘅一啲個案，可以分享一下咁樣咧？其實真係好多單嘅，不如我分享下幾單比較深刻先啦，好唔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其實一單咧就係一個女仔，咁就去。做咗俾一六二五六九做三十八之後咧，就上線佢就要求佢咧呢個女仔開多六張大單，即係俾多六次六二五六九佢每一張大單，佢都係一個自然人去承受呢張大單嘅。咁因為呢個女仔揾唔到自己朋友，咁佢 apply 就揾咗自己 apply 嗰啲朋友嚟套落咗呢六個架度。到呢個女仔真係爭人周身債，佢醒咗，佢問翻我哋點算，跟住我哋 admin 好多個，我哋真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，因為我哋唔明點解你揾唔到下線，你又繼續去套假呢個行動咧？咁我哋真係話，我哋只係話我哋唔識多味。跟住到初代版主，即系我系第二位版主嚟嘅。咁之前仲有一位版主就同我哋讲话，就同佢讲话，我哋真系唔识帮你。跟住呢个女仔，佢俾个 feedback 我哋咧，就我哋真系好唔开心。佢话咁好啦，我明啦，我哋做我去做援交还债啦。佢俾个答案我哋真系好心痛嘅。佢同我哋讲话，咁我之后去做援交。跟住另外一单。就是他有一个朋友因为做传销而自杀，他烧炭自杀了，跟着仍然是有收数是去屋企拍门的，咁我哋甚至乎连名都不清楚是叫什么，或者他跟过哪个跟过哪天人来做传销，我哋都找不到，所以我哋听完之后我哋真的很心痛，原来传销是可以买起一条人命的。有没有差几多钱呢？去生前其实40万，另外咧，仲有好多就系我哋大概有四百几单 case 啦，真系冇正式统计过，但系大概都系400+左右啦。有十分之一系因为做传销而分手，男女都好，同埋离婚，或者搞到屋企按咗层楼啊，或者搞到呢个人破咗产咁样，我哋。其实真的太多呢啲令人深刻的印象了。通常啲传销商如果要找到呢个受害，即系揾一个水鱼嚟做受害人嘅话咧，佢哋通常第一句就系话，千祈唔好同你屋企人讲，系啦，佢哋唔知道你做紧咩嘅，佢哋会误会你嘅。我想补充多一样嘢好冇？我哋听过最 extreme 嘅 case 咧，就系明明系一个人嗰位。受害即是可能那個水魚是一個後是一個孕婦來的，她被幾個傳銷在那裡摸的時候，就可能就說我現在懷孕，我真的方便做這件事，她的傳銷商可以夠膽叫那個孕婦走去拿了個 BB 去，真的可以夠膽殺人，她只是想在你身上拿錢，其他的代價她不理，她不需要你，因為
你冇一个小朋友，佢唔会痛嘅。你啱啱讲开呢个孕妇咧，观众朋友都会留意到啊，即系有一条片系关于奶粉嘅，都担心其实好多人会因为咁样而误导咗。其实如果讲翻嗰样奶粉，其实我哋都可以都可以讲翻少少呢只资讯，呢只奶粉嘅资讯。最特别系呢只奶粉，即系佢挂好多嘅成分，或者系攞 ISO 或者系法国认证，但系我哋真系有成员打我拉 game 嗰时问法国朋友。有冇喺 supermarket 見過呢只奶粉？個法國朋友好肯定咁話：我都未見過呢只奶粉。即係話你賣緊一隻法國奶粉，喺法國係冇得賣嘅，根本喺嗰邊係完全冇人食。根本除咗奶粉呢樣嘢之外，根本上佢哋所賣嘅嘢，話自稱係法國百年品牌，根本喺法國係冇人食嘅。同埋我都想問一問，即係有時其實。留意到你哋喺 TG Group 入面咧，有时都好怒气啊，即系比较 mean 啊，即系对一啲事主咁样咧，系咪有时都真系好戥佢哋唔抵咧？咁啦，我老实讲，忠言就一定嘅事，我哋点解咁嬲、咁猛、咁躁去指责呢个害人？其实我系想佢明白，千祈唔好再咁轻易去信任，同埋希望佢哋谂翻点解当初自己会咁傻，冇睇清楚。冇考虑过一啲重要嘅细节就去俾钱，譬如话佢同我哋啲受害人讲，唔好同我家人讲啊，唔好同朋友讲啊，佢哋唔会明白究竟呢门生意系咩回事。嗯，其实有啲乜嘢生意系唔可以去同人哋分享、同人哋讲嘅？点解佢哋会觉得呢一个要求系合理咧？我哋唔明咯。咁好老实讲，当初佢哋我都明白一样嘢，就系佢哋落闸嘅原因，其中一个就系啲老千对佢哋嘅态度系表现得好关心、好关怀你咁样。但系其实佢哋呢个表现只不过系为咗令到你落闸，令到你乖乖地货金，令到你觉得佢哋唔系呃紧人。仲有一样嘢，你俾人呃紧钱，我哋用紧私人时间去义务救你，就算 William 你自己都系咪？即系好我哋讲嘅嘢，梗系唔会好听嘅，因为人系喜欢听好听嘅说话，但系往往最难听、最真实嘅说话，先系出自真心。我哋咁 mean 咁激动，都系想所有水鱼可以好清晰同埋学识。理性分析同埋，即系有翻一个正常嘅 logic， 好冇？嗱，嚟到最后啦，咁都想问翻，因为其实真系见到好多年青人，即系喺呢段时间跌入咗呢个传销陷阱咁样啦。咁其实有啲仲甚至乎听到有啲人话，即系 quit you 去谂住喺嗰边全力发展啊。其实有啲咩说话都想同佢哋讲咧，即系同埋呢个时势系应该点样去再加以提防一下咁样咧？我觉得永远即系永远系记住。世界上冇咁大隻蛤蟆隨街跳噶，即系先唔講話全家去做嗰啲啦，嗰啲簡直係一個女全家。嗱，有好多都係朋友N 年冇揾嘅朋友，咁喺交友 App 識嘅所謂朋友，如果佢哋真係咁成功，點解要將自己嘅資源分俾你賺啫？係咪先？呢個世界會唔會有人嫌錢腥先？唔会啊嘛，调转头你自己，如果系一个正经生意，会唔会赚够啦？我赚够钱啦，我俾你赚啦 ，William 咁样，会唔会有冇咁嘅可能先？就算李嘉诚咁有钱都唔会啦，系咪？即系我哋希望我哋千祈唔好再觉得自己系被选中嘅小朋友，你哋系被选中嘅水鱼咋？咁希望佢哋脚踏实地做人啦，即系记住啦，任何人话大小工或者投资生意。都要问清楚，即系乜都要即系冇可能话乜都系 confidential， 净系叫你货金，咁呢个一定系天仙局嚟噶啦。咁希望大家慎防老千，同埋我希望咧，好多人受咗传销嘅伤害之后咧，或者冇咗另外一半啊，或者搞到即系自己周身晒先醒嗰啲，希望佢哋真系珍惜生命，唔好因为就咁而轻生。咁钱始终都要还完，如果还唔到嘅，我宁愿你破产。有少少补充啊，呢啲人可唔可以有少少补充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冇问题。我想补充一句啫，每一次遇到天仙局嘅
嘅話，如果你有一絲懷疑嘅，我都希望佢哋可以有翻少少嘅理智，我同真啲信任嘅人去識溝通一下，同埋問佢意見，而唔係當你喺啲人洗腦嘅時候，就一味就信咗一邊先。我希望我相信所有好多水魚都會有一絲係懷疑嘅一點。即如果不是他立刻拿錢出來，他不會被人洗四個小時老師拿錢出來，是吧？我希望他們永遠記住這一點，你有懷疑的話，麻煩你找身邊信任的朋友、家人、whatever 你可能是professor、你的老師、我希望他們會做到這一點。多謝你們幾位，即是都因為本身你們都有其他工作的嘛，都特別好義務地 去為這個的群組啊、反傳銷這件事 去幫很多的人。就因為我哋真係好唔希望後生仔一出嚟社會就俾人呃到破產，咁對佢嘅人生影響好大噶嘛。同埋，其實唔係淨係錢啦，其實心理上都好大影響。從之後就唔會再信任啦。一下覺得真係有機會出現嘅時候，佢唔識珍惜。咁啊，好多谢 TG 反传销群组嘅版主 admin 嘅分享啦，见到佢哋都真係出心出力啊，喺群组不断俾好多资讯啊，解答大家嘅问题。咁其实佢哋都係用緊一啲公余嘅时间啦，义务去帮大家，目的呢都係唔想再有受害人。咁好快踏入新一年啦，喺度希望大家新一年呢能够脚踏实地啦。咁之前遇过传销陷阱嘅，金钱损失嘅，咁最紧要好似 TG 群组嘅标题咁讲啦，请不要轻易放弃生命啦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咁记得订阅 William Ma Channel 啦，拜拜。